大家好，我咁前排咧，我就喺呢个嘅 YouTube 上面啦，话因为我庆祝我嘅1000 views 啦，所以咧就拍个你嘅我做好啦，咁而家就找数啦。咁究竟点解我要咁耐先嚟拍呢？咁因为早前咧，因为我要去游行，系啦，所以咧就系咁前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即刻开始啦。好，第一条，大家大叫。好，第二条，玩第五人格加插心跳机，可以搵埋我寻晚好啊，他几时拍啦？可能我又拍啦，好啦。第三条，喺街大叫，我放咗个屁好臭。好，我放咗个屁好臭啊！唉，做完好第四条，我要搵你一个朋友一起发癫，好就搵佢啦。将自己的手机放到水里，哇、wow！ 好，现在就是跑着玩 Fabby Bird， 下好单个 Fabby Bird， OK？ 暂时玩不到，如果玩到的话，我就拍多条新片再出啦，好冇？好，第七条，食滑沙比，暂时都是无滑沙比的，下次再出多条片食滑沙比 ，OK？第八条，去麦当劳买999汽水。好，我下次就试。拜拜。哎，有得拣啊，999嘅，99。最多买十杯咋？最多买十杯咋？夹扣篮，再买。买60杯啊，再。哇！确认大量订单，大量订单啊，大量订单，再购买一单。哇！唉，算啦，答案系做唔到嘅，我放弃啦。第九条，脚撞墙，一、二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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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好啊，第十条，讲果仁30次，果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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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咁今集嘅时间就拍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中意嘅话，就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咁咧，我就拍个你，我仲拍嘢啦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希望嚟紧我哋100订阅嘅时候，我再可以拍个新嘅 Q&A 集数啦。系啦，我系君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